牵引百草啊，八至五六房子是多少年啊？我就是要看恁大房哦，七层六撇的。今麦恁五家全部的财产拢是阮李爸。哇，不敢相信，这个有钱的二房也太坏了吧！人家的保险金说拿就拿，会不会哪天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？例如我最乡下的叔叔，跟我超级不亲的表妹，又或者，是我老爸的私生子跑来认哥哥，还有我隔壁邻居的三叔公的大姨妈，不行不行不行 ！Baby， 你怎么了？宝贝。我为了我们未来所规划的保险金，受益人写的是小孩，会不会有别人来抢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早就打听好保险金信托啦。不管是谁来，都抢不走。哇，不敢相信，宝贝你太神了，我们马上去办。您的一生由我来守护。你们是不是该离开了？